说一声。天才，我就要查出犯罪的天才。难道我们塑造的不是一个天才吗？那边。方木其实是一个很有个性、很有棱角的一个人。什么鬼？有一些自大，有一些骄傲。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。他的目的性也很明确，对，就是想通过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到海伟。他还是一个很阳光、热爱生活的一个人。其实每一部戏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。这一次他非常认真地来经历这个过程。我希望去表达的一些感情、一些处理的方式是没有之前角色的影子的。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可以的。我说了，他是长东吧？这部戏是他经历的没有过，他去掏心去演的，做的非常非常不一样。他很认真，而且是努力的去想完成戏当中所带给他的这些任务。非常的较劲。是来实习的，不是来受欺负的。我就接那一步，就不知道转过来了。他犯的是心理罪。他也很纠结，也很迷茫。他有时候演完一场戏，他完了，明天没感觉。完，我们所有人都觉得他演的很好。演技方面的都是我来担当，动作的都是廖老师。